嗨，大家好，我是亨利。今天看到我穿这个衣服，就知道我们要拍摄的手表是卡西欧跟七龙珠联名的联名款手表。那这支联名款手表，它其实是在9月12号全新上市的一款新的手表，数量非常稀少。那在台湾贩售的通路其实也不多，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拿到这款表是非常幸运，也非常感谢表友借我们这支手表开箱，然后做拍摄这样子。那这支七龙珠联名表，它其实是以 GA10 当做基底，那在做颜色还有图案上面的差别。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最有特色的是它的整个手表的颜色是橘色的，跟龙珠的颜色是一模一样。它手表的外面周围还有印有四个悟空的图案。那这四个悟空的图案分别代表，第一个是悟空他在减压式，那第二个的话是悟空他第一次变成赛亚人，那第三个它是悟空超级赛亚人3的时候的图案，最后一个呢是悟空当他打倒普乌的时候使用元气弹的时候。其实这是算是小细节啦，这个如果是资深的七龙珠迷可能就知道说它每一个图案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支七龙珠联名表的细节之处。其实在正面看上去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种感觉它正在蓄气变成赛亚人的一种蓄气的感觉，看上去其实非常霸气。在表面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九点钟方向它其实是有一颗四星球，里面它是黑色搭配橘色还有银色的一个配色设计。底盖部分的话，它是有写一个 Dragon Ball Z， 就是七龙珠的一个经典的 logo， 代表它是一个七龙珠的联名款。我觉得这支表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在它的夜光，它夜光是一个橘色的夜光。其实在当你在黑暗中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像的龙珠它在发光的时候的颜色跟它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算是卡西欧它在设计的时候非常有特色顾到的细节之处。这款七龙珠联名表其实还有一个细节是你需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的，在它的表带的样式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是印有 Dragon Ball 的字样，应该大家都没有发现吧？这个小细节是算是卡西欧给大家的惊喜，喜欢七龙珠的表迷自己去发现。好，那以上是今天这款七龙珠联名表的开箱还有介绍，非常感谢表友借我这款表来做个给大家做个拍摄。那一样，大家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再帮我按个喜欢。我是亨利，我们下次见，拜拜。